我过去啊。好，过去哈。系啊，过去。来讲过来讲哈。芹菜啊。芹菜哈。书记是一个非常的善良、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女性。我认识她的时候呢，她就是持续不断地对环境的保护，还有对文化、对这个公民、市民的这个生活的品质，非常的照顾。那我觉得，有这样的一个朋友、好朋友来担任公职人员，绝对是我们市民的福气的。特别是现在的新竹啊，是一个经过非常多年都被人是被放弃的一个地方啊。那需要一个有理想啊，然后长期努力啊，从来没有间断过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一代的政治人物投身。我觉得对新竹市的市民啊，觉得是一个福气的，特别是对新竹市的南区啊。那很多年前啊，我记得也跟他在一起在这个香山这一带哈、保护我们的海岸海滩那整个科学园区排出来的水呢，那个书记也是努力的去给他监督啊，希望他干净那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过去的经验，以及有对未来的期待，我相信他应该但一旦能够当选呢，应该对这个环境的监督，还有对市政的这个提出呢，都有非常好的贡献。